在给定的场景、形容词、事件中，分别抽取一个词语，三者串联在一起后现场演绎出来。下一个，罗克然吧。哎呦，我这有点太难了。看一下。就是录制的演播厅，我。啊对。我自己就连吗？对吧？边跳孔雀舞边追剧。在录制的演播厅边跳孔雀舞边追剧。孔雀舞知道吗？啊，是吗？还是这样？都可以啊。你也可以开个屏。开个屏，然后跳舞。哈哈哈！对。追剧。孔雀追剧。你上哪去？孔雀开屏追剧，可以。好傻呀。